来问吧。嗯，你到底还喜不喜欢爸爸了？我不敢喜欢。哎，刘征。喂，刘征。我在外面有事儿，你们先吃，别等我了。叔叔阿姨也饿了，实在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吃完我正好陪叔叔商量局，我等你。我今天可能会很晚，真的别等我了。没关系，多晚我都等你。刘征，我们俩都快一个星期没见面了。来，你带吧。女侠，快去叫妈妈吹蜡烛了。嗯，爸爸等你过去吹蜡烛呢。好，我马上来。那就先这样吧，拜拜。不等他了，我们先吃。啊，是是是是，来来来，吃。来来，叔叔。许个愿吧。爸爸，你许个愿吧。我又不是小孩，许什么愿？你许吧。爸爸，等一下，你不想许愿，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吧。玩游戏？玩什么游戏啊？真心话大冒险。这个怎么玩啊？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就要接受惩罚。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爸爸，你输了。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选大冒险吧。那好，你的冒险任务就是亲妈妈一下。换一个，我换一个行不行？我换真心话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你有什么想问爸爸的吗？宁老师，你觉得我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吗？是。爸爸妈妈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好。来。石头剪刀布。妈妈，你输了，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选真心话吧。那我来问吧。你到底还喜不喜欢爸爸了？真话，撒谎是不对的。哎，赶紧吹蜡烛吧，一会儿烧蛋糕了。不行，爸爸妈妈既然答应玩游戏，就得遵守游戏的规则。妈妈，你到底还喜不喜欢爸爸了？不敢喜欢。怎么办？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？